感觉他主要你看回他，你觉得自己被他包围没办法，你肯定要把他先把适应一下。对对对对。好，炒面我看了呗。你试一下，我们试一下，试一下看能不能包。这样不挺好的吗？这样不挺好的吗？走，往台下走，往台下走。我女朋友在这儿呢。受伤了竟然没有回复，这种男朋友要他何用？